你这个还要死，你知道吧？。很多人都知道成都这边基本上都是讲四川话的，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在成都这边还有很多讲广东话的，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哎，娘娘，哎，前面你还没来当体检？哦，你娘娘是来自地方还是来自地方？来自新都区嘛。新都区个？哎，然后还属于上半台搞的。你属于塞班台高？哎，塞班台高，市的台队。哦，奶奶市的台队，市的几队哦？奶奶是市的七队。市的七队哦？啊，你说哪里嘛？哦，俺只能路过。怎么巧嘛，出了你了嘛？哦，市的七队。搿两边当地都会客家人。哎。都讲俺的广东话。哎。娘娘贵姓嘞？俺姓陈。姓陈个。哎。哦，好大岁数了。73了。看错了哦。看错了。俺看到你俺还是一名叫50多岁的。50多岁。你70多岁的还得挖土。眼前小伙子的当的你。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做话题嘛。做话题。本身伢的跟我说吧。要打门来拍。哦。趁我啊你看看你要是就这口说。对对对。严总会案子有损做。做点吧哎。案子有好说吗？俺些那个拍视频宣传搞笑，但是你去拍俺的两个客家话嘛？哦，因为现在好多那个阿妹啊，你广东老了，哦，婆婆身体还好。小娘子，从遥远过去，还有无限量。还可以，你练到个现在。对，这还将将就就嘛。哦，哎，婆婆像你的租房是哪样迁过来的？哪里啊？啊。你来自啊？对。今天我们问你秋浦啊，这样想了解哈。哎，就今天就俺的陈家屋对不嘛？啊。今天该整的就是就反正几年对嘛个？哦，几租了的？哦，几租了的嘛？这四年。哦，几就四年噻。哦。四年上面几就那就每几有嘛秋浦就个月哦。哦，娘娘今年几上进哦？你怕亲姐有亲姐有亲姐有嗯亲俺就俺看看你太多数的去对嗯不能对对对确实我感觉他的管理看看我感觉真的非常的亲姐对所以我现在做个事情就是半年现在成都两边没好多老辈子啊今天像你的工业看看我去比俺工的够好而且我把你的工的够好的通过两个视频把你记录下来然后你用高升啊你有很多看看你娘娘小姐能告诉你看看你吗不晓得你晓得哎我公堂吧啊我的儿子带给俺的大头军吧俺的没出的事哎哦就来南烟街出的于食物跟草叶的事原来给沙飞有交通用给通信用好过你叫现在有手机哎就俺的已经嘛搞个蹦蹦手机嘛哦对那搞不到这个手机嘛那就是该演的等一下的高升又看看你该你去发两个看看吧发的往那个嘛我往那下的全个个体大都是你又看看你听了俺的搞个腰给吧真的对高阳的话人家太好亲切啊呗对对对说给我们高升好多年的光给他的哎我今天很小的成都又看看你像俺的印象的高升又看看你所以我现在通过两个网络今天就了解了俺的成都又看看你但是对所以俺就讲给现在的乡巴佬嘛就半年成都看看你啊两个老辈子啊就撇了发往那个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就今天进了成都了啊去了俺两个又看看你听话到时候立一下对俺讲给两个看看吧好多你就汤还基本还汤的懂像俺原来一个广东的家广东啊江西啊福建啊广西好多看看你俺们都语音聊过嘛丢汤你懂哎好神奇我觉得当时请你然后就来看现在去龙门关成都前面两边好多年轻人啊讲给一个口音啊没得干正个你说你们讲了干正所以我就讲给把年老辈子两个现在讲了正给把你记录好了另外还没有俺们两个年轻人进高进标准了哦进标准了对那个他娘娘哦其实刚刚你婆婆个看到你干年轻俺两路你出来干嘛拍视频俺两个看到我遇到你的看到你的这个好年轻啊真个年轻年轻的你说你70多俺的看出来俺看你出了50多岁50多岁小小50多岁小不到的心态肯定是50多岁小不到的你俺的话还跟他说话
其他没不给、哦、新高的没不给偏嘛。对，婆婆也心态比较好了给你。我觉得做的话有点子啊，反正和你说的算是你老年嘛。是吗？就有点子不多年龄的。对，年龄太了，你看你那挖两个挖了的还干得行，还挨挖挖啥子嘞？这伤心见哈事。你那个啊，那个你那个袋子吧，四十多岁了，出枪不给他出得吧？是嘛？你年轻你过吧？去，这块就你那个身体真的要比好多年轻你身体都不好。你看你好多年轻你那些是错的，噶。对，你走开，打个过路的嘛。哎，那这个一条呗。就可以走一条过路。六到一条街。哦，就干条街哈，就是。哦，两条街的噻。哎，两条街，俺的。东直过西过。哎，俺的走，就铁路一边走的噻，俺就是铁路这边就走黑子。哦，对对。俺的这样基本上都走黑，基本上有，咱不知道用不给用着的。嗯。长又长得好处，你长得用，你长得好处，长得就羡慕你长得，你长得羡慕长得。对。对。其实长得还没敢对，挨久的哈。输给一个牛，就那一个到时候一个门关的一个窗子那里防护栏围压的，就敢不抬敢空开。哦。嗯。没得缘分，看见我个相见的有缘分啊。这也就相见得到过。去去安利去有缘分怎么的。哎爱过个老师嘛。啊。还有今年反正爱回头好哎让你做得紧紧起见。八年给来的小别人。就需要去。啊都把沙包买回去嘛。哦你还来呢去退了买你沙包。我就拿着是你。哦退给退给。那现在怕涨到2000左右了。买的确实是的去基本上有点亏。但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有的我不赞给你买是吧、嗯、你不能赞老哎两个是最好的。小宝呢有啥吧你老是中了体是吧中你的身体。嗯。哎他给生娃子可以真是。生娃子。好的是不是来的是不是来的是不是来的嗯。初中啊高中高中高中了我是不是今年是不是今年多年是不是高几年高一的那就把人家超越。啊。叫他帮忙。帮忙。哦对对对。嗯啊你叫还有事你走了啊哦啊你去赶紧。如果是那个事啊你是赶紧给赶紧怎么你有缘分去的哦赶紧接你拿点帕子啦拿点出好。太没意思了。你那个你好意思啊缘分。那个有缘分你就争取联系啊。没意思了没意思了。哎呀没。好好好。啊跟婆婆跟你妈的哈。好好好。赶紧有事了。对多休息了多休息吧。好对这一点过了。对。谢谢谢谢谢谢你哎太不好意思了你有缘分再记得去你是他给市政吗你是两次还有事还有事哎好巧了巧了巧了还有事哎好不有缘分又遇到你来应付就出来附近一个哎那就这样吧出来上刚刚不会动子就让他动子过去哈不是别在酒店的那条马路上，上去也是去，去这个文化路。我跟你讲，很大条两条线，两条线，哎，三个星期刚。高兴，你好不容易那时还是的话事情。对，高兴这个要是的。对，就只要搞两个。项目干？干相反。相反。对对对，哪里心就爱相反，只爱相反啊！哦，缘分，缘分，哎，好，谢谢了哈。哎，应该给，应该给，那样那样，你的年龄刚对，真给对，好，去，好，婆婆忙的哈，好，有时间，好不遇到奶奶，有个要遇到你，好好，忙的，嗯。